Hello， 大家好，就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名字叫 Alex。那今天呢，就要为大家分享，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在家里教学吉他，或者是练习吉他，或者是在上网课。上网课呢，就是需要了一些器材，除了一些器材呢，那些 sound card 那些设备呢，我们还需要，如果你是上吉他课的，其实呢，很多就是因为吉他老师啦，或者是学生呢，他们就把吉他的声音就连接不到电脑，或者他们不知怎么去连接到电脑，所以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些产品，然后它是便宜又好用，其实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是非常足够了，所以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个产品，来自这个叫做 Pocket Rock 的一个吉他效果器。那这个效果器呢，它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它只是帮助你连接到电脑，就是把你吉他插进这个效果器，然后这个效果器呢输出去你的声卡或者你的电脑，然后就方便你上课，会你的吉他会直接连线到电脑那边，然后输出一些声音，然后它可以让大家听到你的吉他很明显很清楚的吉他，无论呢这个是在用电吉他呢，或者是木吉他呢，除非你木吉他会有那些electronics， 就是那些可以插电的木吉他，其实都可以用到。如果你的木吉他是插不了电的话呢，其实这个就帮不了很多。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开箱这个，看看里面到底是有一些什么东西就适合大家用的。好，我们就现在在开箱环节，所以开箱环节呢，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个开箱环节，就它整个呢包装呢就是非常的精致，然后就这一个它里面呢它所写的东西呢，就是它有八个 effects module， 然后 six drive modules， 40个 drum machine， 就是它有复苏鼓的鼓伴奏你可以练习用的，然后还有 built-in tuner。然后16个 factory preset， 就是它已经有16个预设给你的效果器，然后还有16个 user， 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下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要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个 headphone， 就是你可以有耳机，方便你可以自己监听你自己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ux in，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要练习的那些手机呢插进去，然后它可以播放音乐。然后还有一个 power supply 就是插电源，然后我就来开箱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然后里面有个包装，然后这个，然后里面有说明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充电器。有一个充电器，然后买这个它就附送充电器，然后就我们就来开始看今天的主角。好，它就是一个那么小小个的一个效果器，是非常非常的 cute。然后这里呢，它有一个可以夹带夹着，哪里都可以。然后这里有一个防滑，四个防滑的东西，方便你放在桌子上，很稳定的坐着。然后我们先看了这边，它有这边有一个插电口，然后这一个 power on off， 就是一个电源开关，然后还有一个 cap simulator 呢，这个开关呢，也是因为这个它有那些模拟器，就是你的吉他音箱模拟器，所以如果你开了on 的话呢 ，cap simulator 的话呢，它就等于它里面有内设，音箱，所以你就不必再去把这个东西呢连接去音箱，它就可以直接输出。因为如果你效果器呢，你没有音箱的话呢，其实你效果器直接连接到普通的单块效果器，直接连接到电脑呢，它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很差。然后它是有这个音箱，就方便你自己也可以输出。然后这里呢，一个小小的就是它的 volume 呢，就是它的声量，你可以多或者是少。然后这边呢，它就是一个耳机，
耳机输出口，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 output 呢就是你输出，你如果你要用音箱的话，你也可以这里输出去音箱，或者是你输出去你的声卡这个，或者是这边其实都可以，两边都可以输出去声卡，或者是你用这边输出去声卡，这边呢你就把你的耳机监听，然后它在这个方面呢它是 aux in 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连接你手机，然后播放音乐，然后方便你练习，然后这边呢它就是一个你的吉他进去了，非常的小，我们就大概是一个，相信我们平常的手机都比这个大，其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方便好用。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到底它的声音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会用这个东西呢就直接输出去我的声卡。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去试试看到底它声音是如何。好，那已经呢这个已经是把这个插电了，然后就我们直接就开机。我们先看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呢 它这个就是一个你最基本的，就是你有 clean， 然后开启音箱模拟器，也蛮不错的声音啊，如果就是个 tone 的话，就你随自己的感觉，然后就 OK， 我们就看了它的第二个，它是 OD 的话呢是 Overdrive，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呢，它就是 Distortion。属于比较 metal 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fast。然后最后一个是算也是比较 metal， 然后当然如果你想把它的声量呢就再多一点的话，你可以 gain， 这是 gain。我们就把它转回 clean， 好，然后就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先加一点效果，我们先加一些 delay 或者是 reverb。现在 delay 的效果也是不错，我去换了一些 echo。然后当然它有一个 room reverb 或者是 hall reverb， 我们现在是一个 room reverb。然后就试试看那个 Hall River， 哦，
蛮不错的。然后就这里呢，我们就把它先关着，然后先试试看这个 modulation。modulation 呢，也是有几个 modulation 我们可以选择用的。还有 chorus。它就有这个鼓的声音，这个鼓的声音就是你直接按这个，然后就可以。这个是速度，就第一次按下去的速度，你要多快，还有 tempo。然后这个第二次按的话，它是它的鼓有不同的鼓声，然后它总共呢40种。不同的鼓声，然后再来这个全部都是有一个 metronome， 然后第三个呢，它就是音量可以调到9，最是。就是0到9，然后这个 patch 呢，它就是它的原厂设定。然后这个是你可以 save， 如果你想要。这个声音呢，你就可以储存在这个你想要的地方，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好用，然后就测试到这边。如果呢你有兴趣的话呢，就欢迎你可以留言下方，然后我已经把它的这个 link 呢就介绍就放在描述栏，然后给大家知道。所以说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别忘了 subscribe 支持我们哦。好，谢谢你的观看收看，下次再聊吧，拜拜。